第五大道交通真的相当的拥挤。哎呀，这个人骑摩托车真是的，怎么这样骑呢？表演特技吗？路边还很多人骑着三轮车，那载客的这种 tricycle。我在 H&M 我之前逛过，逛超久。这个左边的 H&M 超大，跟我同学在那边逛超久。哦 ，Guess， 刚才去逛过 Oakley， 刚刚也开刚看过，在 Woolberry 都看过。纽约的计程车再怎么凶也没有凶不过台北的。刚刚那个左边那个台计程车，如果是台北的，早就已经切到我前面来了。所以台北的计程车，我给你100个赞，你赢过纽约的计程车了。左边是 NBA Store， 那、啊、因为我的镜头现在卡在进车子上面，不方便拿下来，我在开车，所以就先这样带过。又到红灯了。超多红灯的。